这边叫什么地儿我也不知道，这边叫什么地儿，有一个检查站，边境检查站，查身份证。晕，这跟边境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儿还挺认真。现在是在这个东兴段的，就是267县道上。这个县道上那个测速啊，是真够乐的。它限速是65，倒没有什么，因为一个县道嘛，然后路况又不好，你限65就限65吧，无所谓，完全慢开。但是它把那些所有的限速测的、限速的那些设备，全都放在一个拐弯视频死角那儿，忒损了。你根本就是你看不见，就是你前面看到路的时候你就看不见它那个测速的东西，等你稍微开快点一拐过去，帮就把你逮个正着。我要不是带了一个那个狗能测出它那个前面有限速，我告诉你估计有很多人在这上中了招。所以出门一定要带狗，不带狗别出门。啊，我这车也是狗啊，是大狗。哎呀，真是这出门都是坑啊。小心点吧。就是万尾金滩，其实还看多了。这是我玩中国自驾游这个阶段最后一次看海，等再见大海的时候就是3个月以后了。因为从这儿开始就该往山里走了。Thank you.